校长、主任，还有各位老师们，还有各位学校的小朋友们，大家早安。那个今天是教师节，先祝各位老师们教师节快乐。那也希望小朋友今天在学校里面看到老师，你们说老师好，后面请接一个教师节快乐。因为刚刚会长进来的途中，基本上我还没有听到一个位小朋友在说，所以请你们还是要那个主动跟老师说教师节快乐。你看，说老师在摇头了，不对不对不对，白教了白教了。对，好，那个刚刚那个董事长和校长都有在讲，就是现在老师真的是比较辛苦，因为很多的。以前像我们这个年代，小朋友就是老师说一，我们就做一；那老师说二，我们就做二。即使被体罚、被打，我们都没有关系。那现在不太一样，因为每一位小朋友的能够接受的程度不太同，所以变成我们要说所谓因材施教。可是因材施教，其实在以前，我记得应该是我认为的，应该是说你有什么样能力，那我发展你的性向，那你把你的能力给更健全。那像因材施教反而变成是说啊，因为这小朋友有什么样的状况，我们要特别去照顾他。但是所以现在已经扩展到这个部分了，所以也很辛苦各位老师。刚刚校长有说传道授业解惑也，不好意思，我国语没念好，就是之前没念育才，所以解惑啊，现在以前解惑是解学生的惑，现在老师都自我怀疑人生这样子，解到这个样子这样，对，所以但是还是很辛苦老师们，就是在这一年一度的教师节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就是希望以后学校啊校长，想一个方式，然后让那个老师们可以，比如说一节课两节课可以晚点来学校，让他们放轻松一点这样子，或是早上还是下午的时候我们可以休息一下。那家长们也是辛苦嘛，因为我们有劳动节嘛。对，那个老师有叫到教师节，但劳动节有放假，教师节没有，所以那个一年的辛苦，看我们学校和家长们可不可以取得平衡，然后来让老师可以在教师节好好的休息这样子。好，以上，谢谢。谢谢会长的回应。